赛呀，溜不溜啊，宝宝们？谢谢，就问你们溜不溜？他们说有一种过年的感觉，太溜了！刚刚悬赏宝宝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是那个用了民族唱法唱的，我就给你们用美声唱法唱一个，好吧？其实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音乐交流会，你们懂的。一般你们是听不到这么高雅的音乐的，民族美声什么的还都有，是不是？给你们就当给你们上一堂课，大家听一场演唱会，听一场交流会吧，音乐来。我又二十投了是吗？投了。踏平了山路唱山歌，撒开了欲望唱渔歌，唱起那牧歌牛羊多，爱多过了天上的群星座座。我这是美声，然后刚刚那个宝宝唱的是那个民族唱的。对，这是两种风格的歌曲、啊、一个王子唱的是用那个民族唱的，然后这个是用唱的美声唱的，然后我们两个送这首歌曲给大家呢，就是告诉大家过年了，宝贝们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呀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明天就是小年了，对，明天就是过小年了。你感觉一样吗？你才是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钱包拿来，钱包拿来，钱包这不叫，要钱包呢？红包嘛，不是说？直接把这钱包都抢过来了。没谁了，我刚说的是钱包吗？太黑了，直接要钱包。哎、啊，我以为我说的是红包，然后我说成钱包了是吗？太狠了，这个是直接抢钱的节奏呀！欢迎挥洒哥，来欢迎所有的宝贝儿走进我们2924人直播间，大家点一下那个二麦的关注，二麦是咱们瑜伽新来的主播，特别特别哇塞，他叫玄香，外号王子，大家点一下他的名字，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关注，是一个唱歌特别特别棒的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玄香的声音。然后大家点一下这个关注啊，就从那个二麦右键他的名字这个地方有一个关注他。哎，他后面怎么没有那个？后面怎么没有那个直播通知我？不是以前有个直播通知我可以打勾勾的吗？大家点一下他们的关注，有是吗？你看一下，就是说右面这个屏幕，他这个地方有个直播通，我这边卡了，可能是。点一下那个直播通知我，点一下那个关注他，特别特别感谢王子今天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。然后我等会儿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一块去看一下。其实说实话，我都没有听够你唱歌，要不再给大家来一个吧，特别特别喜欢听你唱歌。别黑怕，听黑怕我给你们唱，什么版本的都有，你让人家王子好好的给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平常你们点的歌我那么多不会的，那王子在这里了，我觉得点歌台是，我觉得他们对我就是可能印象不是很好，
那个，其实我唱 hiphop 还是挺好听的。我其实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 MC， 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教教我吗，文儿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宝贝儿。主要是他们平常的时候老点歌，点了老多歌我都不会呀。我这寻思你这你大部分的歌你都会，我寻思他们就喜欢听什么歌然后你就唱的，然后没想到你们这群损色。你看我认为他们全部都在，你看他们都在写那个，都在打 hiphop 呀，你看他们很明显是更喜欢好吧，向你学习。行，那你就那好，那你试一试吧，宝贝儿。你们这群损色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歪歪调频2924文儿的直播间。大家好 ，MC 玄生 ，MC 文儿的前方为您导航。接下来这首内蒙古 hiphop 送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喵！接下来我真的会口胡。喊的还不错，王子怡太牛逼了，谢谢谢谢，这种气势你都能喊出来。就是我一般喊的时候是用那种就是说汉子的那种霸气，但是你是女汉子的霸气啊。就他们一听我喊的就像是个男生喊的，然后你喊的就一听就是个女的喊的，然后还这么霸气、啊、要不要这么霸气啊。七个版本还是八个版本，那个我看你那个好多版本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那个蒙塞库尔蒙卡库尔蒙塞蒙塞卡，就这个。宝宝，哎，好了，王子说他最喜欢我这个版本的。哦，要来一个呀。你们把关注点了我就来一个，把二麦关注点了我就来一个，点了吗？哑巴版本没法玩这个，你们俩看谁啥玩意儿。松哥你说什么呢？来看一下啊，宝宝，我是直接给你来那个版本，还是先汉子一把？直接来那版本吗？来变身版本的是吗？松哥，我要揍你！第一个版本是送给松哥的啊。